也不是这么曲线，有一个函数就是有一个曲线啦，这个对应的就是这个曲线吗？是不是啊？一个函数，那么它做这个符号就是表示从积分，就是表示这个函数的对应的在 a b 上的什么曲边面积，曲边梯形的面积，就表示求这个函数由 a 到 b 的这一段的曲边梯形面积，这样子理解可以吧？通俗一点理解啊，可不可以？看看这个符号吧，这个符号，这个符号我们怎么理解？这个符号我们怎么说呢？打开设备，40页。我们先不要看前面的，我就先看下面这个定积分，好不好？倒数第二段看起来，可以看到没有？这有个定积分，它表示当 a 任务中，它是表示函数在 a、b 上的定积分，就用这个符号。